谢谢，我们谢谢爵士鼓，宣琦为我们带来今天第一场的开场音乐。我是音乐王国的主任王老师，欢迎各位来到音乐王国26周年的学生发表演奏会。 首先，我谢谢搜狗提供这么棒的场地，让我们能够站在这么好的舞台上，然后演奏，然后传播美妙的音乐给大家。我们今天上来小朋友啊，就是都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，所以我们先为我们今天演出的第一场的小朋友来点掌声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 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们音乐王国的家长，我常常说我们音乐王国的家长都是最优质的家长，那因为爸爸妈妈的努力，所以成就了我们孩子有一颗坚定还有感恩的心，谢谢你们，小朋友，老师手举起来，我们来一个很大的掌声，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手举起来拍拍手。 谢谢爸爸妈妈，谢谢。好，这次我们也精心为学习满3年的小朋友颁发水晶奖牌，这是在大合照之前我们会做一个颁发的动作。再来就是我们颁发这个奖牌的意义呢，是期许我们学生能够更喜欢音乐，让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 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顺序好吗？因为你们是第一场啊、哦。好，来第一场是我们由你们的这边左侧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左侧，我的右侧。好，从这边上台之后，小朋友弹完琴，上台不敬礼，然后我们可以在舞台的中间敬礼，然后从这个地方走下台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然后呢？ 表演完之后呢，我希望你们就是请你们呢走向这边一样，你们的右你们的那个左侧，然后呢找今天我们第一场颁发奖状的老师，有游姿文老师跟于欣怡老师，然后呢接着呢再来就是我们表演完之后哈会有一个小餐点的领取。 就是辛苦今天表演的小朋友，我们会有一个小餐点，然后记得领奖状哦。然后结束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大合照，就请你们先不要离开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再来要注意的事情就是，我们就有请专业的摄影师，他呢会在舞台上走动，所以呢刚好训练你们专注力。 他们会帮你拍美美的照片哦，所以他在旁边走动的时候，你不要吓一跟我们今天演出的小小音乐家们，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演帮我们主持的小朋友是江庭玉。 以及林雪恩，我欢迎他们，请上台，小主持人，好，那我现在把主持棒交给他们。